剪的那一下是不敢剪了是吧？没剪的上的，有的上的剪的加好了，他这个下巴有些肉。有一点啊，不用害怕啊，我会让你轻点的。没什么太大感觉，不用害怕。放松就可以了。下巴都长息肉了，你这息肉下边还有皮吗？疼不疼？不敢说话了。啊？疼不疼？还行，不疼。嗯。会好了，你看就这么只指甲，那个被你剪的像锯条似的，那些全是锯齿，你走路上就像拿锯一样，一直拿，一直拿，说明这个它就越来越严重。你剪的时候就没剪平整，是这样。对，之前我都没敢剪。你看看你这个伤口有多大，这么大个口子，看见吗？你这指甲，你看这剪了多少下，你这。全是锯齿状态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指甲像锯条似的，它一直放在这个伤口上，那个伤口这么长，
他一直这么拿锯，像走路的时候，就是越来越严重，越来越严重。扁桃好明显。你这些全是剪的锯齿，我把这个都给你剪一下。